东岳太子远道而来，我是一名蓬荜生辉，辛苦了。荣丞相客气了。传闻他长得相当俊美，睿智非凡。今日一见，这个荣岳给人的感觉，当真是难以窥探，深不可测。在下荣岳，皇子。莹儿，你怎么了？喵的，老子飞檐走壁、高空跳机都没什么反应，一次马车就差点拖掉了老子半条命。莹儿，小心！糟糕，要被踩死了！老天爷啊，你不是这么玩我吧？公主，让公主受惊了，月在这里向公主赔不是。公主，现在没事了。你救我就救我，赚个毛线呢、左相大人有严重的洁癖啊，那个东岳公主真是胆子太肥了。莹儿，莹儿，莹儿，你怎么了？皇兄啊，您老人家难道看不出来我晕死了吗？东岳太子，月瞧着贵公主的脸色不是很好，你们一路舟车劳顿，不如先到行宫休息一夜，待明日再见我朝皇上如何？那便谢过荣丞相了，多谢丞相对莹儿出手相救，这个人情本宫承下了，还望丞相海涵莹儿的冒失之举。太子客气了，不过一件衣服罢了，贵公主身子虚弱，可需要月请御医看一下。这能请御医吗？一请御医我不就露馅了吗？本宫初来乍到，就不麻烦荣丞相了，荣丞相的好意本宫心领了。如此，月这就回去向皇上复命。太子请。荣丞相请。他怎么还不走啊？我会被看出什么了吧？希儿。哦，太子殿下。好好照顾公主。是，太子殿下。公主，你醒了，你还觉得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身体好得很。你知道皇兄这是要去哪儿吗？哦，奴婢不知，太子殿下没有说。这个苏子义看起来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，实则却是深不可测。万一他知道我根本就不是苏青莹，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啊，公主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？废话，当然是要逃跑了。啊，逃跑？为什么呀，公主？逃跑当然是为了保命呗。啊，不行啊，公主，太子殿下吩咐奴婢好好看着您，若是殿下回来看不见公主，一定不会饶过奴婢的。你说你拦不住我不就行了吗？